时间线，一条跨世代另类的感情线也来相当令人感动。戏里写昂辉阿嬷因为花露水变成了年轻的昂玫瑰，还遇到几次阿嬷初恋情人的尊英，说不出口的爱看起来相当揪心。变年轻的阿嬷除了想在与初恋谈一场恋爱外，还想完成站上舞台当歌手的梦。阿秋的天空，阿秋的快乐，马赛的叮叮不足的热爱。哇，你这是真正唱歌的歌手呢，你看你刚才唱歌的开口跟口舌都亲像一个大明星同款。哇，说真的，你以前是不是做过歌星？我嘛就希望讲吼，我是一个歌星啦。啊，燕哥，那是少年时阵的一个梦啦。阿嬷，我那家拄好在家拄着你啊。尊英啊，啊你来伫遮？我是来电视台跟人开会啦。啊对啦，你是来参加录影的？我是陪我的孙来录影啦。当什么鬼？啊，伊嘛来电视台啊？不是啦，我想玫瑰应该也搁再倒转来啦。花露水啊，花露水，是安那我无好多，搁再倒转来过去青春的时阵。眼泪与花露水交融，意外再度变年轻，赶上歌唱比赛，皆大欢喜。比赛当天，玩娱幕后小组也来到现场，来给玫瑰加油。婴儿都会。阿嬷可以圆梦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就本人何一佩来讲的话，就是噩梦的开始。因为要真的要唱歌吗？真的要唱歌，真的超紧张。我在今天来录影之前，就是在路上我就开始一直焦虑，然后我就跟公司的同事说，我觉得我要原型突围，因为就开始在路上。我们有同学唱歌吗？就这是阿满八点档，所以。我们都会在前一天知道，就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把歌词背起来，那加上我们今天请的评审都是专业的歌手，而且都是金曲歌王，那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有流泪的份。事先请问了让阿嬷圆梦，特别搭棚准备歌唱比赛的场景以及真实的观众，主持人角色还找来秦伟客串，厉害吧。刚刚我们看那个录影的感觉就像是真的综艺节目，没有走错棚。那你应该也不紧张吧？不会紧张，那台语不太会讲。真假的，真假的。真的啊，台语不太会讲，不轮转。所以刚刚苦练一下吗？没有苦练，刚刚都在聊天。刚刚我们三个都在聊那个出片计划。哇，那出片计划，我本来都没看啊，尴尬。神经病。为了维持比赛水准，那你水准决定继续阿美鬼参加比赛。是硬背吗？根据这两位方言金曲歌王的熏陶之下，慢慢我们就知道怎么讲。慢慢的，自然而然。剧本不是昨天才拿到？我是今天嘞。你是今天？我今天早上拿到。就大概几页？我总共。我太厉害喽！就一页。一页。五、四、三、二。歌唱
场比赛不只有秦伟当主持人同欢，连评审也大有来头，感觉很有架势。欢迎今天你装出来的王文熙老师。王老师你好。王老师。英雅的老师。英老师你好。但我会严格的评审吗？有啊，对啊，一定要严格，一定要严格，是不是？晋级或者是要给他删掉，就看不留情，对，毫不留情。可是我刚看剧本，你们有话吗？一唱作词马上淘汰，自己太严苛了吧？一唱作配曲马上淘汰，pitch 不稳淘汰，他半拍都不行。今晚三位评审台词加起来只有稍稍几句，但是神情以及投入感都相当到位。快，黄文熙老师看他的 MV， 等会我们会因此黄文熙老师的 MV 跟那个黄珊珊老师，哎呀，殷亚兰的那个写真照，三。好了，请问一下那个牌子啊，来六秒，四、三、二。你刚刚讲的好像真的。我觉得你那个讲的好像真的，对对，好像真的这样，好像真的在评审。好，来，快点，可以，他就是小林的那个。可以再讲一次吗？人家荒山亮老师真的有当过评审，好不好？一点都不需要演就像了啦。反观这场比赛的女主角昂美鬼何一佩，虽然说是演戏，但仍要用自己的声音来唱，有点小害羞。还好导演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现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录下声音。玫瑰和一配录完音应该比较不会紧张的吧？我想我尽力，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我觉得蛮好听的啊，我新来的。可是台语歌应该有个 quick call 对不对？我有吗？有啊有，你刚刚那 quick call 行不行？啊，马上升，要马上一次，要旋转吗？要马上一次。我刚刚看你 quick 哎，是不是？等一下阿嬷就要上台啊，所以要先暖身一下啊，是不是？他们刚才方是说，他们要就是一听的时候就要一个人先按三个人的铃，就先打叉包让我们下台，哪一个叉？就可能会自所以这个暗喻的说之后年轻的玫瑰会有越来越多的戏份吗？这个当然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多多支持玫瑰，才可以在世间前面大家继续见面。你说阿嬷她文化露水更不要问太多，不然她怎么变成更小的玫瑰？七岁的玫瑰，就是我公司的同事他说他们家有狗，他就说啊我们家的狗，我一下不知道会不会也变小只这样子，打回娘胎。他也希望阿嬷不要捐血。哦对，阿嬷不要捐血，阿嬷补血，阿嬷补血。中国人，台湾人，今日要播出是阿嬷的变形，为电梯内底诶，食到不是，较早是披着明星花露水，即摆用假的。到歌声的时候是什么表情？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听到原唱，然后老师说，我说你们有演得很陶醉，因为我也演得很陶醉。但是如果真的一配唱的放出来，观众会不会觉得老师耳朵有问题？大家好，你看啊，他们都问打击我的自信心。其实不会啊。